Okay, like now. Tha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博涵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去参加一个台中大鹏国小的一个 UNIX 的活动。那待会就要去跟小朋友做互动了。那我现在我自己开车从台北，那开到了台中。那我接下来我现在准备下车，然后跟静瑶会面，然后吃个东西，我们就要进场喽。OK， 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静雅。这三天的活动就在台中做一个结束啦。那刚好今天来台中嘛，原本是想说，活动结束带老婆去日月潭住个五星级酒店，但是我老婆说哦，现在房间很贵哦，那等便宜一点的时候再去日月潭好住一下。你看，超贤惠的老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啦，那因为我们住在逢甲大学这里，所以要带大家去看一下逢甲夜市，一起吃美食，跟我们走吧，走。好多人哦，这样你看得到上面的嘞？可以啊，那你拍一下。好。看啊。你给我看。好好好你不喝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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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试试看我们刚刚买的好好乳味怎么样，你要介绍一下里面的东西，不要只顾着吃。海带，然后猪血糕，蒸吧，加糖。好，东西是好吃啊，但是老板的态度不好，不是很喜欢。OK， 好，好，下一站，这蛋饼店听说很有名，明伦蛋饼，但是静瑶不想吃。关之琳大肠包小肠，卢静瑶的亲哥哥推荐，看起来是不错，因为也是排很多人。不要每一段每一个都讲，因为我不太会讲。反悔了，因为他现在在减脂，所以。他决定不吃了，什么都不吃，好不适合来夜市。我跟你说，你每个都吃，你真的会爆肥。那就每个都吃一点点呢、啊，要给粉丝推荐呢、啊嗯。你不是说这是什么美食之旅？一点都没有，吃了三个就不吃了。好了，今左腿右腿是由静瑶的粉丝 Fish 一八推荐，所以静瑶决定来吃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要左腿还是右腿啊？什么差？左腿跟右腿差哪？炸的。哦，黄金左腿就是炸的鸡腿，黄金右腿是烤的鸡腿。那我要烤。定要选择烤的。那它这样。黄金右腿，那它这样就是墨西哥的酱啊。啊？墨西哥的酱，你试试看。可不可以给个评语？哦，这个是。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最棒的。那你给几颗星啊？这个满分吧。满分哦。因为我们刚刚吃就是热的、啊，这是熟食。对了。然后这个真的，它那个沙茶酱真的很棒。来，你这个，整个很烫哦。
啊，不是要给我吃，为什么咬一口？因为我怕被烫了。嗯，对吧？好吃。最近真的不错，谢谢那个粉丝推荐。Fish 一八。我们到了鸭轴站。叫鸡汁烧鸟，是很有名的串烧，卢靖阳竟然没有吃过。哎，来，你介绍一下你点了什么？就是一些鸡肉串，牛肉啦，牛肉串啦。牛肉串还有嘞？全部都牛肉吗？这个是扇贝吧？没有，我主要是说这间店啊，从刚刚到现在都是超多人的，大家在这边逛完夜市，然后坐在这边买烤肉，然后大家聊聊天。我觉得环境很好啊，环境很好，超推荐，超棒的。今天的逢甲美食之旅就到此结束，总共才吃了四个东西，但是大部分都是靖瑶吃的。对啊，我老婆都吃一口一口这样，然后都给我。那、这样现在怎么瘦？啊哦、好啦，那亲一个，那亲一个。